今天要来做一件非常无聊的事情。在做这件事情之前呢，我想要先跟你们就是交代一下为什么我那么久没有出影片。因为我最近就是换了我的相机，然后我新订的那一台相机呢就是一直有一些状况，然后一直送不过来。因为现在遇到是马来人新年嘛，然后那个运输公司就没有在运行他们的运输工作，所以我的相机恐怕就要等到马来人新年之后才会送到我的手上。所以现在呢，我就先跟 Dixon 借他的相机来拍摄啦。 OK， 回归今天的正题，我先给你们看一样东西，过来。给你们看这个东西。 Are you guys see that？ 这是一个人的浴缸。这个浴缸是一个人冲凉的一个大小，可是今天我打算跟 Cherry 两个人在这个浴缸泡鸳鸯浴，然后地点是在我们家的客厅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无聊的体验，同时也是一个很美好的体验。因为现在大伙们他们都出去了，有的是去打包，然后小明跟阿旺好像是去寄货还是寄忘记寄什么了。然后我就打算在他们回来之前把这个浴缸放在我们家的客厅，然后装满水放肥皂，然后在里面泡鸳鸯浴和 Cherry 两个人。等他们回来之后，他们看到客厅这个画面这个现象，他们会有什么样搞笑的反应。所以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先去放好这个浴缸，然后把里面的浴缸的水装满。 Let's go。 好大个啊。 OK， 所以我现在就要把这个装满水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啊，因为要把那个水坝从厕所外面拉出来，然后再装满这一边。Let's go。 原来在家没有出门，哎 ，OK 啦，这样你就帮我装水啦。Thank you。哎呦 ，Let me help you。OK， complete。OK， lady and gentlemen， so 我们搞定了，然后我要给你们介绍另外一个东西，这个呢，它是专门用来弄泡泡的东西，所以呢。鸳鸯浴就要有鸳鸯浴该有的样子，泡泡是必须。OK， 现在呢，我就要放这个泡泡的了。啊，真的没？这样就有泡泡吗？看到吗？泡泡它已经出来了，因为它现在水量很多嘛，所以我们就要放多一点这个泡泡剂。来，我们来上。OK， 差不多了，各位。我要绑。看到吗？泡泡，看到吗？哇哦，这个鸳鸯浴就像样了啊，看到吗 ？OK， 洗吧一起，我迫不及待要下水。看到这个泡泡吗？我先进啊。哦，它可以啦。哇，这个泡泡不错，这个泡泡。可是我觉得我相机要再低一点点。在鸳鸯浴之前呢，我就先来一个人独享独乐先。You see that? That bubble。 我是原本是蛮想要脱衣泡澡的，因为讲到泡澡一定是要脱衣的嘛。可是你知道啦，如果脱衣的话，等下 YouTube 系统自动检测为色情内容，这样我就害怕了，所以还是不要脱衣为妙。来，女主人请进。谢谢啊。有很冷哦。You sure you don't want to join? You see? So enjoy, you know? This bubble, you see?
快，我让位给你啊，快。虽然很big啊，这边这个鸳鸯浴不完全 enjoy， 因为这个空间有限。我觉得你们应该会很有兴趣看这个水里面的情况。等一下，我去拍给你们看。OK， 我 set 了里面的画面给你们看。你们看到这些泡泡吗？哇哦，爽耶，这个泡泡，很爽。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目的。我们今天的目的其实不是要泡鸳鸯浴这样简单的。我们的各个主要人物其实还没有登场。OK， 等一下我就需要 Chelsea 去外面帮我偷藏一个 action cam， 然后等一下他们回来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拍他们回来的那个过程。啊，在哪里哦？走啊走啊，我肚子饿了耶。还有鸡酒，大概帮我们打包。不要包耶。这样你快点回来哦。OK， 各位，现在迪森回来了。我没有想到是迪森先，我原本以为是小明和阿旺先，所以现在我马上要进去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哎，你有帮我肉啊，外面的。我拿他的浴缸还用不紧，还要拿他的抹布。嗨，surprise！ 你要叫我吃鸡先喽，喂！做完了我再进来。其实没有差，因为Charles 已经在那边了嘛。哦，首先人发现到了。你不介意哦，我拿你的浴缸来用。我是不介意啦，只是我觉得这个画面其实是很怪啊。我还拿你的，这真的很怪。我进来看到两个人在洗澡。You want to join？ 我不要 join。我们要 join 也 join 不下。我们洗好了，到你洗咯。哎、欸，这个泡泡不对劲哎。你们是哪我东西？喂啊，在这边。是，你有错就是用你的。哇，用我的浴缸还不用紧，再用我的 bubble。没有，重点是我要用你的 cam。哦、哇。OK， 今天整 set 是 sponsored by Dixon Deck。谢谢，谢谢我。我现在在等着的是小明和阿旺。我觉得小明的反应会是应该比较好些。OK， 现在到小明和阿旺回来了。来了，泡泡依然是那么多，他们现在应该是下着车。哎，有泡肉吗？有啊，有啊。You want to join this pool party?喂，很好玩呢，要不要？我洗完了，到你们洗哦，你该忘了。喂，这边一个发动了，我要打开。喂，很爽哎。很爽，真的很爽。我觉得我在这边也很爽啊，很凉的感觉。哎，可以顺便抹地耶，我发现这件事情可以。不要，不要脸。你胆大红啊！喂，你下去可以讲直接爆了完了。看到吗？这个泡泡厉害耶，到现在哦依旧那么多。这个地上有很多肥皂，很爽耶，有很多肥皂耶。你们可以来一点。OK， 所以今天的这个鸳鸯浴，我们也泡得蛮舒服的，然后该拍的反应也拍了。喂，哎，前面把我关掉那个 cam 肉很久了。啊，外面有 cam 的没？啊，有啊，玩的，你以为？哇、啊、！OK， 所以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啦，我还要收拾这个残局，真的是想要就头痛，所以。哎，这
到此结束啦，拜拜，我们下期见。无聊，今天无聊，你们很无聊，无聊无聊。哇，哎，还要收拾这个残局啊！开心的时光过得特别快，又是时候讲。来，小明请接。又是时候 Q 你的赛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小明。叫你做做啊，仆街！你爷，你我叫你爷爷，在哪看咩？喂喂喂！这个像那鼠妈咪这样，你知道没有？锵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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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锵这样子。OK， 所以拜拜，我要去照表。狗鬼。